体曝光一主王宝强在片场拍戏的照片，惹来不少网友热议。从照片中来看，王宝强满脸都是血污，穿着简陋的脏背心，模样非常邋遢。从另一张照片来看，王宝强应该是躺在了一个行李袋里，逼仄的空间装下这么大一个人似乎并不容易。不过王宝强仍然没有任何怨言，敬业的程度令人佩服。据了解，这应该是王宝强《唐人街探案》系列电影的拍摄现场，虽然他今年才35岁，却明显比大自己2岁的胡歌、袁弘等人要老得更加明显，想来和他这种高强度、高难度的拍摄工作有关。王宝强此前有一段婚姻，他与前妻马蓉于2007年相识相恋，婚后两人育有一子一女。2015年王宝强参加《真正的男子汉》时，一双儿女手曝光，两人很是呆萌，儿子王子豪帅气活泼，女儿王子珊乖巧懂事，当时一家人也是幸福快乐的。不过在2016年8月的时候，王宝强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，决定与马蓉解除夫妻关系。在今年1月，王宝强离婚案终结，夫妻二人共同财产近2亿，财产分配更有利于王宝强。离婚后，儿子跟了王宝强，女儿跟了马蓉。此前王宝强母亲去世，马蓉并没有带着作为孙女的子珊去送别奶奶，受到了非议。王宝强如今忙于事业，也被爆出有了新女友，希望她能照顾好自己，陪伴儿子成长。